金哥呀，好，又做饭了，啊，少做点吧。嗯，中午了，油花了。菜太贵了，要吃不起了啊。然后把这个，我妈给大家拿这点干炒一下，然后把昨天剩的菜热一下，就够咱俩吃。行。这小火把肉炒一炒，肉太肥了。炒一点油出来吗？你能？对呀，这肉太肥了，咱俩吃不了。我再炒点油出来，还整点豆油。会做啊，省油。我多会做呀！买的肉也便宜，越肥的肉卖的越便宜。嗯，好吧。嗯，五花太贵了，这样的肉便宜。我金哥就是会做，是不是我金哥？那得我妈。这不就有油了吗？加入大白菜，豆腐啥时候放啊？赶趟再炖，先把白菜炖一会儿，让它软和软和，现在太硬了。哦，好。白菜炖的软和了，放大豆腐。这大豆腐一看就很好吃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你似的，像不像？就算是像呗，你非得说出来，想一想不行啊。像你似的又白又嫩。嗯，这话我爱听。你看咱这秋蒸鱼，白菜炖豆腐，出锅。好，小二上菜。好嘞。炖点葱，炖点蒜，这到底是啥呀？今天挺好的。咸盐、味精、酱油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这个摄像头擦完了之后是清晰了不少哈。早就告诉你把摄像头擦去。那录那视频录来的跟老年机那是手机录的。因为啥？是不是因为你做菜蹦的油？我不做你吃啥？不管一事是一事儿啊，是不是你蹦的油？我不做你吃啥呀？我可以吃你的份儿。你下回你给我。溜干尖儿，出锅了。看着还行，就是翻车也没翻太大。行，小二上菜，我去刷锅。白菜炖大豆腐。溜干尖儿，还有一个昨天剩的茄子。你先尝尝，你翻没翻车？尝尝，好不好吃？没有毒，可以吃一锅。从你屁股上的表情，我就不想吃这个菜。滚！口走呢，东北大方呢，你。哎呀！张嘴，炫！大白菜都三块钱。唉，也行啊，现在吃白菜能省点，豆角都12了，让不让老百姓？蒜苗都10块了。